陈奕迅推荐，书名来自林夕作词，他演唱的热门金曲《任我行》。华语乐坛金牌词人，畅销经典《原来你非不快乐》，作者林夕全力的新作。近百篇禅理的散文，剖析现代生活当中你我不得不面对的自由与孤独。究竟是应该做个特立独行的人，还是安全一点，在舒适的地带跟大家一样呢？林夕从日常的小事谈起，讲述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感悟，分享他对要做自己和忠于自己的独家思考。林夕至今已经填词将近4000多首，为王菲、陈奕迅、杨千嬅、张国荣等等歌坛巨星写下了无数动人的金曲，陪伴过无数失恋失意的心灵。林夕呢，同时也是一位畅销书的作家，已经出版了数十部从日常的小事出发，分享个人所思所想的禅理性的散文，深受大众读者的喜爱。林夕的歌词反映的是爱情的本质和生命的亮光，他的散文则是歌词的补充和呼应。林夕说，书名《任我行》来自《任我行》那首歌，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是要做自己，但是在真正做自己之前，你究竟了解自己多少？了解自己之后，你又是否真正的能够做到自己所想做的？任你行，你行不行？不行的话，要找人同行，行不行？自由从来都是带着那么一点点孤独的。任你行挑选的文章都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尽量用一些逆思维的方法去思考。比如我们觉得某样事物是这样的，那么有没有别的方式去看一看呢？类似这样看待事物的方法在这本书当中写了很多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任你行吧。华语乐坛金牌词人、畅销书作家林夕毕业于香港大学的文学院，主修翻译，曾经任港大中文系的助教、快报编辑、亚洲电视节目部创作主任、副经理、音乐工厂创作总监、总经理、商业电台广告创作以及制作部的主管、商业电台创作顾问、商业电台顾问，现在呢，他就全职码字儿了。清奇有两个爸爸，一个是他的亲生父亲，高学历的教育官员，富爸爸是他好朋友的父亲，一个高中没毕业却善于投资理财的企业家。清奇遵从穷爸爸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，上大学，服兵役，参加越战，走过了平凡的人生初期，直到1977年，清奇亲眼目睹一生辛劳的穷爸爸失业了，富爸爸则成了夏威夷的有钱人，亲戚毅然地追寻富爸爸的脚步，踏上了商界，从此登上了致富的快车。亲戚以亲身经历的财富故事，展示了穷爸爸和富爸爸截然不同的金钱观和财富观。穷人为钱工作，富人让钱为自己工作。这次20周年修订版还在内容上做出了以下几项的升级，内附作者罗伯特清崎的来信，中国读者专享哦。全新的板块在20年之后的今天贯穿于全书，以今天的经济形势来印证了富爸爸当初的理念，核心思想的提炼方便您回味经典，巩固记忆，融新型的学习模式，让你对这本书的理解更高效。在20年前，罗伯特就预测穷爸爸富爸爸汇总其先见之明，20年之后，罗伯特更加实力地去印证了20周年修订版揭秘之后大家看过之后的感受。人们之所以深陷财务困境，是因为他们在学校读了很多年的书之后，走出校门才发现自己对金钱是一无所知的，无法适应残酷的现实世界。如果你想成为富人，如果你想实现你的财务自由，就别再让自己为钱工作了，开始让钱为你工作吧。作者
者罗伯特出生在夏威夷一个教师家庭，大学毕业之后加入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，作为军官和舰载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被派往了越南的战场。1977年，罗伯特创建了一家生产尼龙钱包的公司，开始了自己的商业生涯，大获成功。他经历了三次商海的沉浮，1985年的时候，第三次成为百万富翁之后，他离开了商界，和别人创建了一家生意投资公司，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教授生意和投资的课程，还发明了一种教育玩具《富爸爸现金流》的游戏，帮助人们学会原本只有富人才懂得的金钱游戏。罗伯特以其直言不讳、不落巢穴的思维方式和判断力，颠覆了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人们对于金钱的概念。他们在世界范围之内被视为财商教育的热情倡导者。今天，新产业、新科技、新模式在不断的涌现，并且发展速度、幅度、深度在不断的提升。新时代的底层逻辑变了，如果沿用旧的模式去思考以及行动，已经没有了什么效果。模仿别人怎样做，不是日益困难，就是再无效益可言。所有让人或者组织陷入困境的因素都是表面的，其实它的真实内在的因素是其心智模式从未曾改变过，或者不愿改变。这是一部写给企业管理者的底层思维的书籍。在企业里，所有的企业问题都是人的问题，所有企业里人的问题都是老大的问题，所有企业的老大问题都来自于底层思维中的心智模式的问题。唯有改变自身的心智模式，提升心智力，每个中小企业的企业主都可以生存得更好，发展得更快和更强大，才能够更加轻松地成就一番与新时代同频共振的商业奇迹。这也是一部写给上进者的心智砥砺的书籍。高手通过学习成为更牛的牛人，更多的人终日学习却依旧的平庸，始终跳不出低水平勤奋陷阱。问题的症结究竟出在哪里？这本书也教你通过重构自己的底层思维逻辑，激发解放自身的惊人心智力，帮助你从此走上一条轻松愉悦的成功快乐道路，在道路当中畅行中拥有美好的未来之路。未来的世界如何发展？后来的人将会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里？被誉为华人世界的国际级 NLP 大师中的李中银先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。他经常说呀，作为一名大国崛起中的中国人，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份责任。中国人的心智和行为模式对这份责任会有着很大的影响。